Abandon，ABANDON。我出去办事，你在家好好学习，别偷出去玩游戏。爸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Abando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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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一号基地集合。杨哥，我提议复仇者以后的重心将转为下沉市场。我们已筹集第一批游戏设备，这些设备将由一号基地发往全国各地，支援身在非远地区的同伴在当地重建基地。好。未来，凡是阳光照耀到的地方，都将踏上我们复仇者的旗帜。杨哥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。梦想？他那算什么狗屁梦想？真正的梦想是带一千名乡村儿童探索红尘。要说这梦想怎么实现？用小红花一块儿破。是，这个比杨哥筹建游戏基地的梦想好一百倍。洋洋那里只能快空想，他们根本没钱，设备也不行。没钱，设备不行，一步步来，有多少运多少，剩下我来想吧。他想到办法更好，他买的设备越多，咱们没收的也越多。杨叔，您的意思是？没错，我早在他们的内部安插了一个卧底。姿势提拔设备。从第一批设备运送开始，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保密条例。你们这么自觉干嘛？显得我好像是疑心很重的人一样。我们都相信杨哥不是那种疑心重的人。开始准备设备今日运输。不好，他们第一批设备今天就要运输，地点就在杂货店对面的楼上。杨叔，我立马召集人手。现在几点？杨哥，12点啊。杨叔，严峰，杨哥，咱们内部新出了内奸。这里面是洋洋让我们运送的游戏设备。不是，杨哥，我干成品设备是保不住了，到底是哪个该死的混蛋想反复小队泄密？泄露消息的是我。既然以后都要用一号基地来运送设备，那就把一号基地变为最安全的地方。杨叔，都是书。是。只有被反复检查过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熊熊熊，地牢房，英雄杀手杨哥强。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货将在下午2点发出。还有，让他们搬东西的动作快点，刚才太慢了。是杨哥，我匿名举报，复仇者将在今天下午3点在33号运送设备。杨叔，这次的匿名线索还是杂货店对面的楼上，会不会有人杀我们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杨哥，现在下午2点了。杨哥，他们第二次还来，仍然没有消除底气。我爸疑心重，正常。杨叔，我打听过了，那个101室的主顾叫做芬芬，跟运送设备无关。深夜蹦迪扰民，大家都喜欢举报他。也许是我们草木皆兵，不过也不能排除是洋洋在背后设计，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如果是后者，他多半会在暗中观察。雷你留下。是。原来洋洋一直在这里，真是自作聪明，以为这样我就不会再来排查33号楼了吗？我爸经过这两次排查，后面多半不会再来排查此地。他错了，越是这样，我越是要重点排查此地。杨哥，我们到底几点真正开始运送？等我的人确认我爸一伙人返回法库办公室后，咱们就正式开始运送游戏设备。好，我们撤。杨叔，怎么了？刚得到内线消息。洋洋应该在反复小队办公楼外安插了眼线，确定我们返回后才会开始行动。我爸已确认返回基地，立刻行动。好。杨哥，他们的第一批设备究竟藏在哪？开快点，这次必须抓他个现行。是。杨哥，咱们赶快搬，免得杨叔杀个回马枪。放心，从反复小队到这里最快也得10分钟，而我测试过你们从101室搬出东西的时间只需要8分钟。而从面馆到门口的距离才更短。杨哥，来不及了，
那箱设备不要了，立刻上车。走。继续追。杨叔，没撞到人，但设备被我留下了。也就两箱设备，用这点设备也想布局下沉市场？把这两箱设备运到反复命令仓库，到时候一起变卖了。收到，杨叔。杨哥，我们都肯定出了内奸，来吧，大家搜身吧。哼，休想陷我于不义，我绝对不会搜身的。杨哥，放心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输赢便没有定论。杨哥，这是反复小队的秘密仓库，这信物我们被没收的设备都在里。杨哥带的对设备里装了定位芯片，定位芯片怎么能瞒过陈甲呢？我将定位芯片放在了储物内。杨哥够明啊！你们三人24小时看守，前后门都需要注意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是。你们24小时看守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是。你看守不松懈。是。不松懈，哼！杨叔，杨哥真的会对我们的秘密仓库动手吗？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在偏远地区筹建秘密基地需要许多游戏设备，除了秘密仓库，他到哪儿拿到那么多设备？可这样不会出意外吗？放心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鱼咬钩了，动手吧！记住，他们可能会变换服装，盯着他们的书包就好。是。杨哥怎么不走了？我爸应该已经发现了。杨哥，那怎么办？换上这个。杨哥，换衣服没用，咱们一大包东西太显眼了。我有后手，咱们的同伴会伪装成保洁，收走所有的设备。杨叔，设备脏垃圾桶重点注意保洁。副处长，两队伪装成保洁是不对。纷纷从电梯下，直接走东楼道。杨哥走西楼道，都穿着我们反复的服装。杨叔，上当了。我眼花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有后手，咱们的同伴会被绑住，收走所有设备。杨哥，我们赢了，一场险胜。杨哥，你是怎么知道马凯是内奸的？从一开始便知道。我匿名举报，复仇者今天上午10点会在33号楼一层设备。我给反复小队的举报信息是说10点，但给马凯说的行动时间是12点，而杨叔在12点来了，12点行动是一假消息，我只跟马凯说过。杨哥，这么说我没错，我也是看过你。我跟你说的行动时间是下午2点，而给反复小队举报时是说下午3点，反复小队是在下午3点突击检查了33号楼，这说明你并没有把下午2点的行动时间泄露出去。杨哥，你也太谨慎了。是的，正是因为杨哥的谨慎，我们才能大获全胜。这次输得这么惨，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。未必会输。杨叔还有后手啊。我在设备里特意放了一份99公益报告，杨样景的性格不是自然，虽然猛烈，但本质善。如果他知道这些设备是为了助力带1000名乡村儿童探索博物馆的公益梦想，我爸要把这些设备变卖，然后捐款获得小红花，助力公益梦想。我想，他们的良心会促使他们把设备偷偷的还回来。杨叔，真是料事如神，他们真的还回来了。杨哥绞尽脑汁，最后还是白忙活一场。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。杨叔，炸！笑话，为什么要把设备还回去？用小红花一块做好事？难道反复小队捐得，我们复仇者就捐不得吗？要捐也是冠以我们复仇者的名义。